们现在呢，先看看这个天空的处理。我们呢，把它用非常非常淡的颜色去把它做出它的气氛来，它有它特别的雅度啊。所以我们呢，现在就由上一直渐层下来，渐层到最下面几乎是等于零的状况啊。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动作啊，那么使这个这一张画的那种气氛呢，来得淡雅一点。我们现在好。现在呢，这一笔完成之后呢，我们这个天空的处理就算 OK 了，就这样子啊，很简单。画画呢，不要害怕，越是那个大胆的话，它画出来的东西呢就越活泼啊。那么。接下来呢，我把这里的石块，先把它大约的处理一下，那么然后呢，再把这个地方呢，严谨的那个岸边呢也处理一下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用这个赭石啊，用赭石啊。那么你现在假如说把赭石的亮度做高一点的话呢，那么这一块石头它就会比较近的感觉啊。那么我们分成两只上册，我们再把它擦掉啊，那么再把它涂满。那么同样是一个赭石，在这个点上面呢，我们就有两三个颜色。那么一张画就是说要这样子，它就会有凹凸的那种感觉出现。那这里是呛了一点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比较淡的，就把比较远的那个岸边呢，就把它处理出来了。那么看到这个水是这样子流的，就是这样子流过来，那我们就把这里就算是处理 OK 了。好，啊，这个是三绿，也就是三青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呢？再把后面的那个树呢，也大概的把它处理一下，啊，用这么淡的颜色，用这么淡的颜色，我们把三个点都把它处理一下，啊，那么我们在国画上面呢，我们要用的颜色呢就是淡雅，啊，不一定就是说啊树的部分我们一定要用绿色的，啊，我们用这一个墨青。我们就能够把它代表出来。好，那么我把这个地方第一个颜色摆在这边，第二个颜色摆到这边过来，那么它就有七分了，颜色就有七分了，啊，就有眼镜的感觉了，就是用颜色的深浅来表现啊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把它突出去，颜色突出去，那么就把这些竹呢。给染了第二重的竹，再来我加一点水，啊，再把这个墨青呢，再把它做第三次的染色，好，那么我们就能够把这三重竹的眼镜呢，把它表现出来，啊，就这样子。那么我们在国画上面呢，你当然呢，你要用工笔画去画出，那个整栋房子的全貌，
或者是说比较整体一点的话呢，也可以。但是我们假如说在一张画要表示的话，我们意识到了，笔就不用到。我现在这个房子，我就是给它。哪个屋顶就 OK 了。嗯，它两个屋顶，两个屋子它就出现了啊。而且呢，它这两栋房子呢，它也有前后的感觉。那么用怎么样来显示它前后的感觉呢？就是用它的身前来做表现。好，那么我们刚刚用这个实例。因为这个颜色呢，它是属于那个不透明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呢也不用很浓，就是说用薄薄的，那么它就能够显示出它的优雅来啊。这里比如说，好，加水，再把它淡化掉。那么你每一个颜色它都有深浅的区别的话呢，它一张画的活泼性也就会出现的。那我现在呢再加水，我们现在只有这个三粒，这个三粒我们已经用了两个颜色上去了，我们再用第三个颜色。那么我们把这一个那个土坡呢，就把它显现出来。好，接着我们把这个树的底下呢，把它做一点点阴影。那么我们不用交代的很清楚，它是长在哪里，我们不用，因为我们这个完全是在画意境的啊。我们就这样子，阴影就出现了。好，我们最后的动作呢？我们也不把整个花呢点得非常的仔细，我们就是用这种晕开的方式把它处理掉。我们这一幅画呢，就用几分钟把它解决了。好，我们就是这样子，一幅画就完成了。